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一款游戏，它的名字叫《龙族物语》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主要是我们要孵化一颗龙蛋，然后来养殖这个龙蛋，然后让这个龙蛋里面的龙，好好的生长，然后成长到一个阶段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让它跟不同种类的龙来做交配，然后或是做融合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得到稀有品种的龙。好，那游戏一开始呢，我们先看到这边，正中间这边有一棵树，这棵树呢是一个榕树，那这边就是按一个天龙蛋，好，这边就可以买一些像是这不同种类的龙的龙蛋，那我们先选择一个火龙，然后蛋就会开始孵化，那需要时间，那我们在绿色的空地上啊，我们可以建造一些像是它们的栖息地。像我们随意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市场。好，市场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栖息地，栖息地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像是龙类就火龙就的栖息地就是这个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点击之后呢，把它盖出来，然后当龙蛋孵化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点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把它送到栖息地，那我们点击一下栖息地，它就会到栖息地里面去了。那我们再点击一下栖息地呢，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只龙。那其中一只龙，我们点下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喂食。好，喂食之后呢，它就会长得越来越大。好，那喂食我们当然也要有食物，这边就有一个地方可以种植。那种植好了就可以按完成。那种植的方法呢，就是在这边按种植，然后选择要种植的种类。啊，按一下种植，我就会开始种植这些植物喽。那种植的地方呢，按下去按收获的话，这边可以用这个金条来做立刻完成的动作，按下去，食物就立刻种好了。好，非常的简单。那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任务的部分，那任务的话我们可以完成任务，然后得到一些奖励。然后呢，像我们现在的地已经不够大了，那我们可以点击树，然后来做清除。这边有一个清除，按下去，好，它就会把我们点选的东西清除掉，让版图更大。然后呢，在未来呢，我们就可以让不同种类的龙来做交配，然后它们就会生出稀有品种的龙。那可能用稀有品种的龙再跟稀有品种的龙再去做交配或融合。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得到非常独一无二的龙，好，那这也是需要时间来做养殖的，好，所以这款游戏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养殖游戏。那得到稀有的龙之后呢，得到我们中间的成就感。好，那如果有兴趣或心动的玩家们，赶快到游戏速播影片的右下方官方下载，去下载这款好玩的游戏吧。